大家好呀，我是大嘴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。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，能过算我输。好嚣张的名字呀，就让我大嘴来尝尝你失败的滋味吧。死鬼。这一关的玩法是自选植物，我就随随便便选一些植物就行了。不如我选一些不太强的植物，免得说我欺负你。我就选了一些豌豆植物，这很正常吧？一个字，绝。开局先种阳光，然后再随便来点原始豌豆、机枪豌豆啥的。你这僵尸，不也就一些三阶的僵尸吗？甚至连四阶的都没有，还想拦住我们这五阶的金卡植物？我看你呀，真是在想屁吃呀！哟哟哟哟，还有这么多的埃及巨人是吧？可惜呀，这些埃及巨人在我们这么多的植物面前，和普通僵尸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呢，就扛的时间稍微多几秒而已，就算是换成近卫巨人僵尸也扛不了多久呢。哎，嘿嘿嘿嘿，还有谁？你这一关我不就是要通关了吗？你这也太简单了吧，看来成功的还是只有大嘴我呀。